林口体育大学至清湖。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，有一只飞鸟飞过，我们环绕一周看看。正前方这是一个小岛，岛上有一个土地公庙，我们环绕一周看一下。这边有三所大学啊，长庚体育大学、长庚科技大学还有长庚大学，都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这边走一段路，逛一下哈。这边有很多鸽子，鸽子特别多，前方，这边都是鸽子，注意一下都是鸽子，你看到，这边都是鸽子。多鸽子，看一下。鸽子特别多。好，那往前绕一小段。这边有红面番鸭。这个湖泊很凉爽哦。微风徐徐吹来，这边有一个鸭子，白色的鸭子。好，再走一段路。这只鸭子在湖面上，啊，这边就是林口大学的至清湖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下集再见。